差不多，我是怕麦会掉这种东西。哦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哦，小心哦。哎，可以出手喽，可以出手喽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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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会不要看啊？那我们小心一点。好，你小心一点，小心我偷看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好，最一开始是两只手这样子，两只手这样子碰肚子，碰肚子。对，先扶起来。不行啊，你这太难了。不然我们就你就先示范一下你那个嘛，我想看你这到底有多硬。这个最多就这样子。我就到这了。其实还好啊。哎呦哎呦，成功了！是啊，其实还好啊。没事，一次。大家后面去坐在他背上，帮他压。我帮你压了，我帮你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压。我帮你压。可以，我听到咔咔两声，咔咔两声。可以。哎，我还要再下去一点吗？你好，你再用力看看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主动带一点开心。他坐那边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嘛，那我觉得对啊。两位先起来，两位先起来。对 ，OK OK。有点疯狂，都还没进主题。好，我们先坐着好了。好，我先问一下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演艺圈最怪的人是谁？最怪的人？对。外表吗？还是？我是怕他会讲我。还好还好。整个人这样子。前辈，前辈。就是前辈哦，那个惠慈也蛮怪的啊，以前不是都抱着一只狗狗这样子吗？哦，你说那个，对，他的台词叫什么 ？Oh my god！ 对，我都忘了。所以是他是不是？那很怪的，还有嘞，哎呦，对，只成功一次而已。哎，那主持人，你是里面人叫什么？康哥啊，你说小康哥哦？康哥很帅吧？哎呦！哇塞！哇，我的人味哦！今天开始，我主持节目都要这样。你看他今天还可以穿情侣装。对，他很爱慕你很久。好，其实康哥真的是不怪哦。康哥他很好啊，他只是比较爱整人跟幼稚，爱欺负人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所以他很爱。他帮你说他哪里怪？他有对你做过怪事吗？我是没有跟他什么接触啦，只是我好奇你们对这些主持人啊，或者是因为你们刚刚讲玉林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的那个东西好像掉进去了，我的戒指，江江你帮我捡一下好吧？哦，就这样，对，我捡到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劳师动众了。他的表情，气质啊！康哥真的很坏，我刚刚坐在那边，他就这样推我，哎，我整个人掉。对啊，推你？为什么？他干嘛推你？在我车，没有车，什么没有？什么没有？你真的？还装不回来？但是这个车怎么圆回来就厉害了。就是康哥就是比较爱你知道就是打闹这样子。哦，那这没什么啊，这不算欺负人。对啊，那怎么会说康哥欺负人？对，但是他上次叫我做那个仰卧起坐，真的还蛮欺负人。那不然现在我也欺负你一下，毕竟你算我的晚辈嘛。你没被欺负过，你现在就立刻做。那我们正常。跳不会停。快一点，我不管。我都快走不动了。对啊，有点闪到。坐一下嘛。我们来 PK 一下啊，反正现在时间还早。仰卧起坐。对，计时30秒。我们一起啊。就一个一个做啦，一个做啦 ，Amy 先啦。等一下，有没有要干嘛 ？Amy 先啦，不然你先做好了。就一起嘛。这空间有点小。我没有。空间这么大。我是怕没力啊。我先，你就坐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坐一坐。好，你先坐。好，那可以帮我计时。好，改10秒就好了，看10秒钟可以做几下。我要帮你压吗？好，好，我帮你压一下好了。还是我帮忙，不然我没事做。你知道会看到那个？不要了，你计时。哎，想干嘛？哦，不行，快点，你要计时啊！好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是在帮我算？四、哎，五，你要帮我计时？哎，真的计时？现在才计时。你用表好不好？我表给你计时。表啊？对，看秒针，快。等一下。10秒钟。那我先关个静音。我关静音了。好毒哦！服务员哦，白眼的。我们要做各做10秒。好，10秒，对，10秒钟看谁的次数多。35。
等我等到转到那个40就好了。还等他转到40，我天，有你这个秒一进入就好了。你很忙，你很烦哎。他怎么那么期待？哎，他的表好难看哦。好，我们从骷髅头开始，我们从骷髅头开始。好 ，OK， 那就到骷髅头是55秒吗？好，从3、2、1开始。一到二三下4下5下6下没躺下去。好，不算不算，从三走来。好，先女生。好，就男生不会女生，然后第二次落地喽。男生我跟你讲，男生改福利挺身，都是仰卧起坐，对不对？哎，要比较比一样。我做男版，我做困难版。你怎么样？改做福利挺身。对，我做这种单脚那种吗？单脚这种太小看人了吧。好，我知道，我坐在上面好了，我坐上面。哎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！你自己要不一挺身的。好，预备。你有没有60？当然没有，你真的很没礼貌哎。好，我们等到骷髅头的时候。我先教你。好，那你要不要改仰卧起坐嘛？改仰卧起坐好了。好。好。好。你走了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你先做一个我没有坐在你身上的仰卧起坐。对，一时间到，对，是吧？是啊，那你躺着，你躺着，你躺好。现在躺好了，你现在做仰卧起坐，然后 Abby 你坐在他身上。好，哪里？那你先坐，你先躺好，好不好？可以啦，不会啦 ，OK 啦 ，OK 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，就这样子。你现在做仰卧起坐，然后 Abby 坐在他身上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没有开路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没开路 ，OK。那我怕他们也想要比。我上次骗他的第一次撸你，是对啊，刚刚那你，那我现在拿钱，如果让你不高兴的话，那我不要拿钱，那我又不想，我又很想要这个钱，那怎么办？想很多，很想给他全的。要坐哪里？醉翁之意不在仰卧起坐，就是帮等于帮他压脚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坐在他腿上，他帮我计时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帮你算，好了吗？好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你要倒数，你要倒数，5秒了，你要倒数，还要倒数，好，好，好，倒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0秒了，20秒了，7、8、9、10秒，7秒，8下，哎，不错，好，我们厉害的嘛，等一下，这，啊，换他。我还要再来哦。你先不要走，我先再讲一下。哎，香蕉，你看一下那边，那边有东西。那边有，那边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快点，你看一下。他们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！难不成是问康哥？你说我喜欢欺负人？哦，对啊，我什么时候欺负过？康哥人真好。中天电视台刚刚打电话通知我说，有人在边说我欺负人，我立刻从家里带了大批人马赶来。是你出卖我了？是你讲的吗？康哥，你看我跟你穿兄弟装，怎么可能会欺负？什么因缘攀关系？真的啊，我们轻松守住，什么叫欺负？也没有侵犯，那都效果嘛。上次是你的节目，我是要让观众多看你一些，我们都表现出来。一个镜头在你脸上2分钟，我都做给你。那个镜头丑的要命，我打半青筋，然后脸这样子，然后还是2分钟啊？对啊，哪个节目会这样拍你2分钟？我要帅的20秒都拍不到，拍中2分钟。帅的少就2分钟嘛。那现在好不好？你对着这个镜头帅一下嘛，帅一下，帅。转身帅，转身帅吗？转身帅，我帅要搭配才艺，才艺的。好，预备。哎，你真的很毒哎！不要再骗了，侯哥冷静，侯哥冷静。帅，大家请记住我，我叫香蕉。还蛮可爱的。帅在态度。好，拜拜，下一对。魅力把香蕉迷得魂不守舍，再加上超鲁的个性，让挑战过程中大小插曲不断，错过了黄金时期。是谁呢？最后一位人。邱慧文，文文，美女，你的票，两位佩服。来，任务是用拳头捶受测者胸口5次。嗯，我要用锤，这样锤他，锤女孩子。Yes。哇塞，哎，这男的。
手，要握手。死亡之握，三哥有死亡之握。你是已经跳到等级了。刚刚握过，全部失败，关就对了。握过全部失败哦。你要破除这个魔戒。我从来没有破过哎，每次被握绝对失败。我们有一个条件，太诡异。什么？要告诉我们手感。没问题。好，挑战。加油 ，Go！ 加油。丫头这回合是否能用心机破除死亡之握魔咒，还是邱慧文冰雪聪明拆穿把戏呢？两大美女各怀鬼胎，究竟谁能够胜出？作为单位谎称录网络专访为由，邀请性感美女邱慧文及甜心美人丫头来畅谈男人女人的议题。当邱慧文一到，丫头故意靠近问候，好让邱慧文卸下心防，而她也好见机行事。你知道康哥每次跟他小孩都会这样吧唧吧唧这样捶手，啪！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没有戴隐形眼镜。哎呀，出奇招哎！超大力，没碰到就碰到你胸部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家都女生，还 OK。大家都是女生 ，OK 啦。OK 啦 ，OK。但我刚刚碰你，我觉得你胸部好像蛮有料的。还好。坐一起。好啊，坐一起。你好。Hello，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，那我叫做 Vivi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主题是男女十大 NG 的举动。嗯。没有觉得什么样的举动是在演艺圈里面？我觉得男生。挖鼻屎哦，挖鼻屎，挖鼻屎，对不对？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，边吃边挖，我有点受不了，就是吃完饭然后在那边剔牙。男生吗？男生直接拿地给你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去厕所或是漱口一下，没有必要就是当下在那边剔牙。你有遇过男生这样吗？我朋友有遇过，就是他直接就是拿那个剔牙，然后剔出来的东西他还拿给我朋友看，我觉得超恶心。不行，我们激动到我就要用拳头揪胸部，哈哈哈哈哈！太像了，也在这猴子吗？打自己不算吧，他疯狂打。丫头不要激动，我们先 re 稿，还没有开始录啊，然后我们先就是讲一下我们大概的那个内容这样子，对，然后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剔牙的，我就觉得没办法接受，剔牙，然后还有丫头刚刚讲的，还有嘞。我觉得女生如果在大笑的时候会打人，也蛮可怕的，也蛮可怕。怎么说？真的？就打自己 OK， 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朋友。打别人，不要打朋友，不要打朋友。那慧文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怎么样的男生？我觉得个性和，然后有一点幽默感。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，因为我自己也蛮好笑的，我自己觉得。幽默感，康哥蛮有幽默感的。康哥不错，但他结婚了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如果他没有结婚的话，会你 OK 吗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，我考虑一下年纪。那如果是红哥呢？红哥跟那个康哥，红哥康哥哪一个？好啦，因为我跟康哥比较熟了，可能康哥吧。因为毕竟我之前在节目上，就是康哥也蛮照顾你。蛮照顾，没有调戏，没有调戏，很照顾。康哥是，对，康哥是。没有配，没有配，就是保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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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留。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我胸部是练出来的，练出来，胸部可以练。对，因为我就是每天在这样练，然后我就每天这样，但是他没中，没中，我就是这样打，这样打出来，然后我的胸部就非常这么小。积极哦，好积极，很凶啊，太积极了，他都这样，会这样。行，好了，我们先聊一下我们的 NG 行为。女生的话，女生的我还有一点就是，你点了餐，然后可能跟男生吃饭，然后平常可能大吃特吃，然后结果男生来说，哦，吃一两口，哦，我吃饱了。请问一下多久？六分钟，两次了，是两次啊，已经吃了一次而已啊，后来都没做。他最后一定要使用咏春吗？雅诗服务，你看一下，他开始，那是 Q 嘎吧？那麦是有点问题，我帮你看一下。恶魔的礼物，求生求死都不得。各位女士们，可不可以帮我把它脚跟身体固定起来？我知道你没有干嘛了。我跟你讲，我